我是农村花市，在我身边有一盆这个柠檬吧哈，这不开花，它也开花，它也结果。它那个这个你那个柠檬啊，结了你切成片儿晾干了，你喝水啊，它那个百花笑颜的，它特别好。你用什么土栽呢哈？你用这个圆土，咱这河山，咱这那个斧子土，铲起来栽一下，它这样土肥料比较好。你这个呢，柠檬你得见这个全光照。你要不见全光照呢，你要再嫩一盆，它都这个结果率很低。你要见全光照，它结果它结的比较多。你要上肥料呢哈，一个来月你上一份，你上点咱甭得那个乐安都行，你别上别的。你要那个尿穴，你那个千万不能上。你要是到冬天的哈，你有十度左右都行。你这个它比较隔冬，你结的果也很好看。到冬天，你要是那个低十度以下，它这个叶都冻毁了，它不好看。你要是浇肥呢，到冬天你一来一遍浇一回都行。你要是那个浇勤了，它不好。你要是到夏天呢哈，你保持不一天一肥。你要是缺了肥呢哈，它乱花，它这个果一般它绝不复，乱花乱蕾呀。好了，本次视频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。大家好，我是农村花市，在我身边有一盆这个自己栽的吧哈，开花比较香。都那个都在朋友都冷面养这个栽的，有的养的它好黄叶，我教大家怎么养。你用什么土栽呢哈？你用这个圆土和这个河山土。你铲一下，它不容易烂根，它土肥量比较好。你要是那个上这肥料呢哈，你两个星期你浇回这个硫酸亚铁。你要不浇这个硫酸亚铁呢哈，它这个叶好黄，它改变它的土质，它吸酸性的这个质子是。你要是那个浇肥呢，夏季哈，也保持不一天一肥。你要是缺了肥，它这个叶一厌恶了，它都好黄叶。你要是到冬天的哈，你要浇肥，你十天半月浇回都行。你别浇过也很勤劳，你浇很勤劳，它容易冻。你要是再就是你再上点别的肥料啊，上点咱这个泵，滴的这个乐安啊，这个粉化肥啊都行。你到夏天你这个阳光哈，你别强暴晒。你要强暴晒了，这个叶片它发黄。它虽然说是吸这个阳光吧哈。它这个散射光，你要是暴晒了，它都不好了。好了，本次视频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。大家好，我是农村花市，在我身边有一盆这个天吊兰吧，净化空气特别好。它这个天吊兰也能好养，也能撇湿。你怎么养呢？哈，你那个稍微见点阳光，你别过于暴晒了。你要暴晒了，这个叶片不好看了。你要是浇肥呢哈，你浇肥，你这个夏天呢，你三四天浇一回都行。你要是到冬天呢，你那个一个星期浇一回。你要是上肥料呢哈，你那个有一个来月上一回都行。上那个什么肥料呢哈，就是咱甭得那种乐安么的，你勤下肥浇一回。到冬天得多少温度呢哈？你到冬天十度左右，它都隔冬，它比这个绿萝也好养，也净化空气特别好，也那个隔冬。你这天里掉来用什么土栽呢？哈，你用这个腐叶土，就是在农村来说，就是这个老土话吧，那个烂腐叶子土，你用那个栽一下，它不容易烂根，它土肥料比较好。好了，本次视频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。我是农村花市，在我身边有一盆这个一帆风顺吧，有的朋友还叫这个贝藻，它这个开花呢哈，一年不断花，它开花花来比较漂亮，比较好看。你用什么土栽呢哈？你用这个腐叶土栽，土肥量比较好。你要是那个浇肥呢哈，这个夏季呢哈，你别那个浇很勤了，那个两三天浇一回都行。你要是到冬天呢哈，你半月浇一回，它这个你要是不吸全光照，你要是全光照的晒了这个叶片，
还不好看了，还不那么绿，不那么好看。它是先这个耐阴的，先带上光。你要是上肥料呢哈，你那个一个月上一回都行。你拨肥前是，上点这个磷钾肥。你要是到冬天这个温度呢哈，温度你得十五度以上，你要低十五度，它往往冻了，它不大敢动。好了，本次视频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。我是农村花水，在我身边有一盆这个幸福荷吧，这个呢比较好养，这个它那个耐阴的，它比较好看，有的还叫它元宝荷。这个你用什么土栽呢哈？你用咱这个原土行，你用这个复叶土行，它比较皮实，比较那个怕死。你浇肥呢哈？你这个夏天，你两三天浇一回都行。你要是到冬天呢哈，你两个星期浇一回。你要是浇白花也很勤劳，你白白这也保身，你要保身呢叶片不好看了，它写这个耐阴的，写三三光。你要是上肥料呢，一个月上一回都行。你那个拨肥前是别上多了，你上点带不得那么乐干啊，那会儿你娘是哪个都行。你这个幸福荷到冬天多少温度呢哈？你五度五六度都行，它这个比较隔冻点。你在屋里呢哈，它那个净化空气比较好，它吸收这些有害气体嘛的。好了，本次视频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。大家好，我是农村花婶，在我身边吧有这么两盆这个龙骨啊哈，我就给那个朋友怎么养护。那个龙骨你要在的话，你长什么土呢哈？你长那个土肥气比较强的那户的，长那个一份圆土，长上两份那个煤球渣啊。你要是没有那个煤球渣的话，你得那个多掺点那个河沙。你长土肥气比较强比较好。你浇肥你怎么浇呢哈？你浇肥的话，你见干见湿，这个膜你龙骨你都是老死的，它没有害死的。你叫它盖一点那个没事，你要是天天叫，你都叫死了。你到三四月的，它那时候温度上来了吧哈，你都那个想叫它长满盆，你满着我浇一下，下边留上多少，留上有四公分都行。你浇上来以后吧，它发那个白粉了哈，你长那个桃木灰，你长蘸一下，蘸它一下，你干多再擦呢哈。你那个三天以后你晾一下，你再擦上它，你擦上它，你那个先别急于浇肥，你要浇肥呢哈，它容易烂。你这个龙骨它在屋里哈，它净化空气特别好，它吸收这个烟味的那个油腻啊最好了。它待会到冬天，你那个屋里这个门烂胖关的特别严，它一天24个小时，它都上去放羊去。你要是那个到冬天你要浇肥啊，你千万别浇多了。你都是屋里咱铺这个平房的，它那个别低于这个几度呢哈，别低于10度。你要低于10度，它容易它那个冻死了。你到冬天，你千万别施肥，它因为到冬天它长得很慢了。你要施肥到那个什么时候施呢？五一以后吧。它那时候温度高，它长得快，你都施上一点。你拨肥前施，龙骨的养殖方法就到这里。本次视频就到这里，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是农村花婶。这个绿萝卜哈，有那个烂叶烂根的现象。我给它铺了一下，我买这个根给它磕出来吧，我观察观察，它溜溜有这个烂根的哈，你给它铺了一下，你怎么这有烂根的，我给它剪掉，你要不给它剪掉呢哈。
视频下方留言。咱们下次下期再见，拜拜。